上的性别会不会造成后来我们所知道的很多男女的差异呢？没有因果关联，因为事实上，如果大家还记得啊，我知道你们中间有大部分的人是做妈妈的，你们做妈妈人都知道，小孩子刚刚生下来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就拿最简单的一件事来讲，排泄，男婴和女婴的排泄方式其实是一样的。他如果躺在那儿，他就泄了；他如果站在那儿，他就泄了；他如果坐在那儿，他就泄了。而我们的话，只是把它包个尿布而已，男生女生排泄的方式并没有不同。可是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的时候，慢慢男生和女生会被教导用不同的方式去排泄，而且这个不同的方式就会有不同的意义，造成不同的文化意义，也会造成他们人格不同的发展。我们举很简单的例子来讲哈，一个小男孩慢慢的开始，妈妈说不要穿尿布了，不要再尿床了，我们强迫他在定时定点去小便，好像我们训练一个狗一样的。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小孩子排泄的过程是挺自由的，男婴嘛，随便站在哪里都可以，然后他好像也很方便，不需要解脱什么样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穿过开裆裤啊？小孩子穿开裆裤的时代啊，男生女生也是一样的排泄行为。可等到他们穿上不是开裆裤的衣服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们教导他们的时候，这个男孩子颇有自由度，他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他在这个排泄小便的过程当中有很大的快感。基本上来讲啊，说实在的，小便是一件很爽的事情，对不对？就是把你膀胱所承受的压力解脱掉，任何人都应该觉得爽。但是为什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的男孩子会觉得小便是一件很爽、很得意、很自由的事情，而女孩子觉得是很麻烦、很讨厌、很羞耻、很需要遮掩的事情？这其实没有什么呀，我们做过妈妈的人就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男孩子的话，因为他的这个文化告诉他说，这个生理的构造就是说，你进了厕所以后，只要拉下一条小拉链，拉出你身体的很小的一个部位，然后就可以解决问题。至于这个浴室、这个厕所是不是很脏、是不是很湿，都不会影响到你。可是对于女孩子来讲的话，当我们开始脱离了这个包尿布、穿开裆裤的时候，我们在被教导的过程当中说，你要脱掉你衣服的三分之一，是三分之一，对不对？从腰往下算，而且你不能说只退到这儿，还得往下一点，所以你三分之一要露出来。然后呢，还要注意，因为露出这个一脱的话，就比如说有些东西可能会掉到地下，裤管长一点的可能会扫浴室的水，或者沾到厕所的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穿脱之间，然后呢我们还要蹲下来，因此我们需要那个空间就很大，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很容易碰到东西。我刚刚才在台北车站，我跟中立的那一票人坐同一班火车上来的，我在台北车站的时候，我就去上他们的那个厕所。哎，那个厕所的话，他们是用蹲式的，那蹲式的这个左边就是墙壁，可是蹲式的这个便池跟墙壁之间就有一块方砖，还不是这种大砖，是小地砖的这个间隔，所以你每次的时候，你想要蹲下去的时候，身子是这样歪歪的，因为就要马上就要靠到墙上去。在设计上面，他并没有考虑到人体需要多大的空间，他就说哦，往这一放就好了。所以大家在争取这个建立厕所的时候，一定要是不是人性的空间，是女人性的空间。女人的厕所当然要跟男生不一样，女人的厕所当然要比男生大一点、舒适一点、干净一点、多一点。我们不要求平权，我们要求特别多的权。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文化的过程当中，已经给我们添了很多的麻烦。在这个穿与脱上一号的过程当中，大家都知道，我们都常常排队，男生厕所一进去出来很快，女生的话差不多超过三倍的时间。可是呢，我们社会还是说平权的，间数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要求平权啊，我们要求跟他们更多一点，我们要求同样的方便。就好像残障的同胞，他为什么是残障？那是因为我们社会没有提供一个空间让他不觉得是残障。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社会资源重新的分配一下，让我们跟男人有一样的便利。因为当我们从小被教导说，这个是一个很过程，是很麻烦的，常常会脏的，出去以后没有好的厕所可以用，没有方便的地方，走到高速公路上面一塞车的时候，男人可以解决，女人解决不了，这种种的限制事实上都教导了女人说，不要乱跑，不要太冒险，要想到你生理上的限制。
所以生理上的限制从哪里来的？其实不是因为我们长的是哪一个生理的器官，而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说，那是需要遮掩的，那是非常可贵的，那是很可怕的，常常会被人家偷看，常常会被人家侵犯的东西。这一种神话，这种危险情境的创造，他们造出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来，然后就让女人觉得说，我不敢往前去，我不敢去冒险，我不敢去冲锋。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会发觉男人和女人的气质不太一样。女人的话就怕怕的，很多时候不敢往前去，男人的话没什么。我们做女生的比较少看到男生在小便的时候做什么事情啊，但是据说男生在小便的时候，尤其是小孩的时候，常常会比赛，比赛看谁标得远，看谁标得高，看谁能画最大的地图。他们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最爽的这件排泄的事情上面赋予了那个很强的那个权力的需求啊，就在这种很小的很爽的事情上，他就可以去扩展他的权力。而女孩子一点也不爽，小便不再是一件爽的事情，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很啰嗦的事情，很羞耻的事情，进去久了一点，男朋友丈夫都还怪怎么那么慢。前几天我们在报纸上还看到这个统计数字，99%的人，这个人当然是从小到大的通通算，99%的人有手淫的经验，这两个字不是禁忌的字吧？还有1%的人没说实话。意思就是说，其实生物体就像我们人啊，人就是一个动物嘛，动物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最早的时候是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追求快感，就是要爽。他要小便是因为爽，要解除膀胱的压力，他要吃是因为肚子饿难过，吃了就觉得很舒服，口渴他就喝水，然后就觉得很好。所以他最主要的时候只是追求快感而已，他追求母亲的乳房，因为有热热的乳汁可以进来，他追求贴着母亲的身体，因为软软的暖暖的，让他觉得好像还是在羊水里面很舒服的样子。他原先只是追求快感的，因此当他离开了母体以后，落在一个周围摸不到什么东西的境界以后，他只好在他最近的地方去搜寻什么地方可以给我快感。所以小孩子探索身体是很正常的。妙的是小孩子探索身体的过程当中，父母亲很多时候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有的时候是鼓励这些小孩子的，指导这些小孩子的时候，有的时候却是强迫的对他加以处罚。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讲，很多小孩子常常会在身体上摸来摸去，然后说，妈妈这是什么？妈妈就说那是眼睛。他说哦，眼睛。妈妈这是什么？这妈妈说是鼻子。他说哦，是鼻子。然后摸到一个地方以后，妈妈这是什么？啪，一个耳光。或者妈妈脸色大变，或者妈妈突然想办法去做一点别的事情。这一些很强烈的反应，事实上对这个孩子造成的影响是说，嗯，这里有蹊跷，这里有一点奇怪，那个东西好像是有点什么特殊的价值的。而如果再大一点点，如果他还持续的觉得，哎，摸那个地方好像很快乐很爽的样子的话，妈妈就更加的严厉了，有事没事突然冲进他房间来看看他在做什么，检查一下睡在被窝下面有没有在做什么事情。这一些作为事实上就是强加于他说，嗯，某一些行为我是必须要向大人隐藏起来的，不要给他知道，如果说被逮到很惨，而且呢他对这个事情慢慢会带上一些罪恶感，他会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应该做的。男孩女孩在这个手淫的阶段的话是有同样的反应。现在我们要谈到一些比较严肃的事情啊，这个事情会影响男人和女人的一生，影响到男人和女人交往过程当中的一生。我不晓得大家清不清楚男孩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所经历的一些阶段哈。做母亲的人的话会注意到说，不要让他看到某些材料，不要他书包里面偷偷带着某些书。可是事实上在我们这样一个很封闭的社会里面，性知识到哪里去获得？谁会给我们性知识？这样一个在身体上很原始的动力，谁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学校里学历史、地理、国文、数学、英文，好多好多的科目，可是就一个科目跟我们人切身相关的，每一天都要经历到的事情，每一天都感觉到身上有冲动，
但是呢，没有人告诉我们要怎么办，只说去打球，或者说绣花，或者说做一点什么手工艺，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说为什么我身上有那些冲动，那是很可耻的事情，很可怕的事情吗？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社会倒是为男生和女生开辟了不同的管道。对于男生来讲的话，他们看一些材料，从前还没有录影带的时候，他们看小黄书，我们女生是很少看得到的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小黄书，小黄书的这个内容的编排的方式对于一个男性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会影响到他未来所想象男女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如果我讲完这个例子啊，你大概就会比较明白为什么在外遇的状况下面比较是男人出墙而不是女人出墙。一个男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他常常看这个小黄书，小黄书里面情节是什么呢？常常是断断续续的，而且是很多很多故事的，从来没有一个小黄书像我们女生所看的这种浪漫小说一样从头到尾一个故事。现在我们先把这个秘密留在后面，我们先看女生读什么哈。女生很小的时候，像我们有一些年龄跟我差不多的，我们都是读琼瑶啊，然后后来再年轻一点的可能读别的什么西代啦什么这一类的，很多浪漫的小说从英文的翻进来或者自己本地的人写的。这些浪漫的小说里说什么呢？都是有这么一个中心主角的女人，然后她认识了一个人，对，认识了一个人以后经过很长的一个过程来谈恋爱，然后他们刚刚认得，然后去麦当劳，然后过一阵子又去咖啡厅，然后再过一阵子又怎么怎么，然后又拉拉扯扯的，他又父母又反对啦，然后他可能又有别的人追求啦，那个男的又找到别的女的啦，搞了很久，然后那个性的东西都还没出来哈，一直到最后送入洞房，下面就不写了。现在可能话会写哈，现在的话比较多这种，可能到书的中间的时候就有性的这个成分，然后再到后面再发展。可是我们再看那个性的成分，这个性的成分啊，像刚刚我们所讲的那个罗曼史的小说的话哈，这个性的故事，第一个它前面有很长的前奏哦，已经认识好久，见面好多次，吃了好几顿饭，搞了好久，然后呢，在性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也是很久，好多页，慢慢发展的，先解第一个扣子，然后再解第二个扣子，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搞了好久好久，才到了最后说真正进入了这个性的活动。可是啊，这样子一个模式啊，从来不会在男生的阅读材料里面出现。事实上，一个生理上特征的差异本身没有什么价值判断的，没有什么好与坏，说哪个一定比较强，哪个一定比较弱。可是，在我们把这个孩子养大的过程当中，我们却教导他们什么要强，什么要弱。男生和女生所受到的对待不一样，而且我们一向就教导女性依赖一点，没关系，将来反正有老公可以养。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教他们说将来就业可能需要什么知识。可能需要什么气质，我们不教导他们有那个勇往直前的勇气，我们教导他们穿着白色的很累死的衣服，像摩代斯女郎之类的跑来跑去，小女孩的很天真的什么事都不知道的纯纯的。但是纯纯的也许在某一些状况之下，在某一些条件之下是可行的，可另外换了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条件的话，纯纯的就等于纯纯的，因为他没有办法竞争，他没有办法争夺他自己应该有的那个地位，他只有被人丢到那个门已经坏掉下面积满了水边上很脏的厕所里，感觉到处处受到限制，感觉到处处受到压迫。这个过程妙的是多半是由女人来执行的，意思是说，其实女人之所以成为今天的女人，很多时候是女人教导女人的。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被妈妈带着去教养，我们小的时候就跟女孩子去玩，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由女人来执行，怎么样教导女人继续做女人，继续做那个要看紧丈夫，要抓住男人，要依赖男人的那个角色。大家其实可以回想自己教导孩子怎么教，或者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怎么成长，或者你周围的女人是怎么样过活的。我们事实上形成一个很小的圈子，不断地在重复地制造同样的东西。
不断的重复的让女人落入那个很依赖别人很悲惨的境界，总觉得说如果没有他我就完了。这是为什么说在婚姻当中丈夫一旦有了外遇，那个妻子的那个痛苦那个折磨，如果大家看看最近的这个外遇书的这个一大堆的出来，就可以知道那个过程是很痛苦的。但她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被遗弃的感受呢？因为她把她终身的希望都指望在男人身上，她所有的依靠都放在那个男人身上，所以一旦这个依靠损失了以后，她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男人那个世界和女人那个世界，而这两个不同世界养大的人以后要在一个屋顶下面过活。其实呢，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这么快速变迁的话，也许在这个屋顶底下过活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大家各司其责嘛。我们想一件事情啊，在过去比较传统的农业的社会里面的话，家庭是家族式的，就是大家庭，好多好多人住在一起。因此当你一个人嫁到另外一家的时候，事实上你是跟那另外一家的所有的人发生关联，因为当时都是住在一块，你每一天很忙，你要照顾好多好多的人，而丈夫也常常受到很多很多的人的监视，因为除了你以外还有其他人可以同时监视他。可是现在当我们的社会变迁的过程当中，这样一个结构慢慢开始解体，你会发觉不行了，因为剩下你跟他而已了。你看得住他吗？守得住他吗？他生活里面的缺你能填吗？我们在读古代的故事里面说，哪一个书生经过一个后花园，然后突然小姐在里面摘花看鱼，书生这样一下子啊，小姐呢这个要去这个水里面逗鱼的时候，袖子一掀起来，那个手露出来到手肘那么一截，这样一看到书生，一看到以后就一时天雷勾动地火，不得了了。而小姐呢看到这一截手臂也就哇看身如破身，于是这两个人就在后花园成起好事。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容易两个人就天雷勾动地火？这没有什么，因为原来看不见啊，那个压藏的这个倾向，那个冲动，那个需要，根本只要看到一点点他就来了，就已经起劲了，就已经激动起来了。但是现在说实在的，我们看到很多啊，到处都是铝壶球鞋的广告，男生女生几乎没穿衣服，墙上的色情那个牛肉长袖的这个广告多得很，电视上面各式各样的，你看那个沐浴的香乳，哦，都是身体露得差不多的，卖玻璃丝袜的，你要看那个东西已经不稀奇了，到处都是，处处可看。你可以想到一件事情啊，如果说要有这些腿可以露出来，身体可以露出来，事实上的话，这个社会必须要经过很重大的变迁。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些思想上的变圈，人的位置的变圈，流动性的变圈。我们拉近一点看，像在台湾过去的话也是大家固定在他固定的地方，你在这个农村，你在这个乡镇里住着，你就在那里住着，在你周围的人去找对象，然后去发展你的关系。可是现在呢，慢慢的话这个关系不能维持了，因为台湾要经济发展。什么叫经济发展？什么叫做工商业革命？工商业革命就是说人不能够固执在他的这个土地上面。从前你都在这里种田，一年到头都在这里，从来不离开你的家乡。可是现在呢，你必须要离开，要到都市里去找工作。我们这个台语歌曲里面特别多，到都市里去碰壁啊，什么意思？就是说必须离开家乡。那为什么要必须离开家乡呢？家乡不是挺好的吗？不是，因为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些新的工业重镇在都市里，乡村的青年必须到都市里去追讨喽。据说在那边找的工作比较好，赚的钱比较多，比种田的人享受的多，比种田的人高级一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在这个社会的变迁过程当中，它不但是说农业转成工业，它同时还要制造出很多印象来说，其实做这个工业的人的话是比较高级的，做田的人才是苦的人啊，他在社会的阶层是比较低下的，要到都市里去。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把农业产品的价格压低，以便让这些人觉得到工业城里面赚钱比较容易，比较容易发展。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把原先家庭里面一些很紧密的关联给拉散掉了，
原来的话，爸爸妈妈可以管儿子，会跟儿子讲说，不听我的话，将来财产不留给你。可是现在呢，儿子说没关系，我就到外面去怕表去了，我去发展去了。父母亲原来可以对子女管的这个权威越来越弱。你们现在管教子女的时候，如果感觉到很沮丧，怎么小孩子都不听我的话，怎么受到外面影响这么大，很正常的，因为他们的世界不再是你这个家庭的小世界而已。他们接受各式各样的资讯，每天看电视，出去上学以后跟同学接触，他们接触很多很多不同的资讯的来源，他们一定会有一些变圈的。我们社会的变圈过程当中，造成了男人女人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从前的话，女人都在家里啊，男人都在外面啊。如果男人真的要接触什么女人的话，都是欢场中的女人。所以台语歌里面也有很多这个男人还欢场中的女人谈恋爱的故事。而且过去的话，如果搞外遇的话，男人的外遇多半是欢场中的女人搞不久的，因为也不是真的要娶她嘛。现在的外遇可不太一样啊，现在外遇好像处处危机四伏哦，因为那个新的第三者都有能力取代第二者，都有能力取代这个太太，比较更年轻，比较更漂亮，比较更有学识，比较更什么什么，所以状况已经有一些改变了。原因是因为在这个社会进展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女性已经走出了原来的路了。看看你们自己吧。从前的话，家庭主妇哪会说，哎，抛弃家里的事情，然后突然跑到一个地方来，坐在一起上上课，得了很多很多的知识，还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情，这是不能想象的事情啊。从前的话，你在家里忙所有的事情还来不及呢。因此，在工商业革命的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我们把女人解放出来了，我们提供给她洗衣机、电锅、各式各样的电器，让她有更多的时间。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释放了更多的女人到市场上来，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跟男人接触。这样一个变迁的状况当中，如果我们还抱持了原有的那样的看法，说那我还要把他看得紧紧的，我还要禁止他跟女人讲话，我绝对不准他看女人一眼，那是不切实际的做法。因为这个世界已经不是那样子一个世界了。好，我们要回到我们这个讲题来哈。刚才我们已经讲到过说，这三个圈圈的发展事实上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一个人长成的过程，也包含了我们社会变圈的过程。可是呢，这三个圈圈所分成这两个半圆是有不同的权利的。而且妙的是，这一次我们在分权利的时候，我们不再说你是因为你有某一个生殖器官，所以我要分给你某一种社会位置或某一个权利的位置，不再是这样子了。我们现在分的是说，因为你看起来比较柔弱，因为你胆子比较小，因为你会怀孕会耽误工作，因为你要顾家，因为你要什么什么，因此你的薪水应该比较低，你找工作应该比较难，你应该待在家里面，你应该遵从丈夫的命令，你应该顺从他，服侍他，照顾家里面的事。我们原先在生理上的差异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可是后来所发展出来这个文化上的差异，最后就被我们用来分配社会位置。你应该属于这样的位置，你应该属于那样的位置，在权力上面分配并不均匀，而且养成了说女性必须要依赖男性的这个滋味。必须要依赖男性是什么意思？从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就是求偶的对象。当一个女孩子在择偶的时候，她选什么样的男人？她不会选她比她矮的，她不会选学识比较低的，她不会选人长得比较不好看的，他总是想办法去选一个比他好的，比他强的。即使此刻他还不是比我好比我强，但是这个人必须要是能够，我们择偶里面最常见的就是上进。什么叫做上进？上进就是说将来会脱离现在这个阶段，还会往上爬一点的。为什么女人择偶的需要这些条件？没有什么，因为女人从来没有想过说，我自己可以改变我的社会位置，我自己可以改善我的生活状况，我总是依赖说我一定要找个高一点的、强一点的、上进一点的，因为他如果不行的话我也完了。这样一个依赖的心态，让我们在择偶上面的时候必须要依赖对方。我们一直要想找一个好一点的人，因为靠着他我就可以上去，靠着他我可以有未来比较可靠的生活，靠着他我可以改善我的环境。女人还是有那个依赖的心态。不管现在有多少的女性主义者告诉你说我很独立，我很自主，我很什么，如果她择偶的时候还是选一个比较高的，还是选一个比较强的，还是选个很上进的，你就知道她还没有抛弃那个依赖的心。
因为他在他择偶的条件里面，他还是去追求一个可以把头放在对方的肩膀上的人，还是在找那样的状况。我们还是继续的在复制我们原来已经有的那个差距的现象。这两个半圆的权力分配本来就不平均，而我们还在不断的继续。不但择偶是这样子，将来我们还要教导我们的女儿，于是我们教导我们的女儿也是说，你要会看哦，不要轻易给哦，不要随便给，因为你所给的那个东西是唯一可以换来你的长期饭票的东西。我们为什么叫人家不轻易给吗？就是这个原因啊，就是说因为这个东西如果一旦给了就没了，就没有别的东西了，没有东西可以去跟男人交换我终身的依靠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得到女人本身是怎么样被养起来，然后放在一个小小的权力很弱的半圆里面，然后她怎么样在这个半圆里面继续再养出一批一批的女人，不断的在这个半圆里面运作，而也不断的叹息说，为什么男人不给我公平的权利，为什么男人不平等的对待我。没有什么呀，因为你要平等的对待，可是你又要把头放在他肩膀上。男人心里想说，哪有这么好的事儿？现在为什么有很多男性对于女性主义者有一些反感？其实在这一点上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你不能说得了便宜又卖乖，你要我平等的对待你，那你就起来负担跟我同样的责任，可是你又不要，你晚上听到声音就说，哎，你去吧你去吧，如果说看到一只蟑螂的话就尖叫着赶快就逃。这一切的事情我们都还是在依赖别人，可是我们却要求平权。现在造成反感是这样的原因，我们也许要往这个方向去想一想，看我们怎么样能够改变这个状况。我要讲到这个乖乖牌和一中一台了。哎，这个最近比较常常听到这个一中一台的故事啊，大家都是说现在好像我们台湾不是有很多商人过去投资在大陆吗，然后就在大陆就有很多人开始有外遇，或者甚至养了第二个家了。有一些太太就是说，大陆的女人好坏，勾引我的丈夫，我的丈夫在台湾是个乖乖牌呢，他从来没有有二心的，在台湾从来没有搞过什么什么事情的，但是他一去那边以后，马上就有一个大学生，高高瘦瘦漂漂亮亮的大学生贴上来，而且这个大学生还说，我不要钱，我不要名分，我只要跟你在一起，真是的，勾引我的丈夫，狐狸精。我们现在比较常听到这样的故事，那现在我们来想了，乖乖牌为什么会变成一中一台？这个跟我原先所讲的男人在整个的这个性的成长过程当中的经验很有关联，因为你要知道他原先想的那个模式就是，我可以有很多女人，而且很容易，而且不要付上任何代价，就是一页一页翻过去，无数无数的故事，挺好的。但是呢，想是想啊，光看小黄书能不能在事实中实现啊，是有问题的。因为第一个，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很多人真的是不会给他。第二个，他个人可能没有像郭富城那样的魅力，不会有这么多女生追着要叫老公老公。他可能是矮矮的、丑丑的，没有什么太吸引人的。这里又谈到另外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性上面有吸引力啊？在我们这个社会上，你看我们，尤其是目前这个广告，最容易看得出来，凡是我们认为漂亮的、性上面有吸引力的人，都是那一类型的人，就是瘦瘦的啦、漂漂亮亮的啦、五官长得很好的啦、高高的啦。那我们这边大部分的人都会被认为性上面是没有吸引力的，而因为这样子，我们也挺有自卑感的。每次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危机四伏，好像所有的这个漂亮女人都想要得到你身旁的那个依靠的那个男人一样。我们反过来想，那个矮矮的。长得不太好看的，没有什么成就的这个男孩子，他在年轻的时候求偶过程当中，他已经知道了他是比不上那个篮球校队的男孩子的，他出去要跟哪个女生交往的话，他一定是比不过人家，于是他告诉自己，没有关系，我好好的怕表，我有事业，我不怕找不到，
这也刚刚好配合了刚才那些女生择偶的条件哈，就是即使没有人才的，没有这个长相，没有人才的话哈，还是要有一点上进的本事。而这一个长得不太好看的矮矮的大多数人的这个形象，他们开始怕表，跟我们台湾的经济奇迹配搭在一起，台湾的经济奇迹造就了一批中小企业的新贵，新发财的人，在街上满街开的奔驰啊 ，BMW 跑来跑去的，这些新的人，我记得我今天还带了一张报纸来，是最近的一个汽车广告，上面很大的一排字而已，你对得起自己吗？你们大家都看到这个吧？那下面讲什么？你现在什么都有了，你当然要开我们这个牌的汽车才行。可是这样的一句话还有勾连着其他的意义啊，你对得起自己吗？你现在什么都有了，可是中青少年时期那个没有完成的愿望还没完成呢。在台湾，矮矮的丑丑的，即使开奔驰还不太容易找得到，因为我们台湾的女孩子很有自尊呢、啊，我们还有这个本钱啊，总觉得我还应该还可以找到更好的，我不要这样子的。可是这样的一个人，在我们这个大的经济环境里面，在台湾工商业开始这个小型的企业开始萎靡的时候，他到别的地方去，他到大陆去，即使他矮，即使他很老，即使他实在是很不好看，但是他有经济实力，而这个正是在大陆的人没有的。因此他这个很强势的位置就吸引了大陆的女人去依靠了。你不要怪那些女人，那些女人跟我们一样，她们所追求的也是一个可以依靠的人，她们跟我们其实经历同样的事情，我们都用我们的身体，用我们的青春去换一张饭票，她跟你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当你在骂她是狐狸精的时候，不要忘记你只是交易做得早一点而已，而这个交易慢慢的开始褪色了。所以这个乖乖牌变成了一中一台，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环境里面产生的后果，并不是你那个乖乖牌变心了，那个乖乖牌一直都是有那个潜力的。你从这句话来想哈，这个小马哥电影，周润发的电影，那个名字叫做英雄本什么，你就明白了，本来人就是很色的。你注意，我没讲男人是很色的，本来人就是很色的，人都有追求快感的这个倾向。可是我刚刚已经讲了，在我们这个社会化，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摆在两条不同的路上，我们不断地压抑自己。像女生的话，根本就看不到那些材料，没有那些东西的刺激，我们脑筋都很纯洁的，都不知道怎么一回事的。可是对男生来讲，他们有另外一些材料，他们有一些发泄的管道，他们知道一些事情。这两条路线的发展一直受到了某一程度的压抑，而现在我们的条件变了，有一些人开始有汽车，自由度增高了。在从前的话，光骑脚踏车跑也跑不到多远，就在家附近，在工作场所附近。坐公共汽车的话，你只有那么多钱嘛，你每天只有10块钱，坐公共汽车5块，回来以后太太也问还要5块呢。就现在不一样啊，现在钱很多，自由度很高，全省开了3000多家宾馆，随时要 QK 都有地方。我们的硬体的环境，社会的环境里面，事实上提供了一些很方便的东西。我们把这几件事情凑在一起，一，男人女人接触的机会很多，二，方便的场所很多，自由度很高，三，有钱有闲。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个已经被压抑多年的那个愿望，当然在这个时候赶快跑出来了。我虽然没有人才，我虽然不高，我虽然长得不好看，我虽然从前没有，但是我决定我要对得起我自己。意思就是说，我赶快去享受，趁着我还行的时候，赶快去享受。而这个两岸经贸也造成了另外一些女人进入她的生活，而且呢，那是弱势的女人，经济上非常没有条件的女人，她只好找另外一个很依靠的人。乖乖牌其实没有变，乖乖牌只不过显露出来乖乖牌原来被压抑的那一面而已。什么时候我们这些乖乖牌的另外一半要显露我们那一面呢？
知道赵宁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常常灌输的就是告诉你说，女人还是要像女人，女人还是要温柔，而为了向天下人证明这样的女人才是最好的女人，他就找了这么一个女人。这个赵宁结婚的这件事啊，赵宁50岁了，小姐才20几岁啊。你知道这个消息出来了以后啊，我常常问人家，人家反应是什么，你们反应是什么？当你们听到赵宁要跟刘盈盈结婚的时候反应是什么？女人很不值得。你们知道吗？有很多女性都会讲说，哇，好伟大的爱情。还有一些人说，哇，她真幸运，怎么抓住了这个最值钱的单身汉。还有一些人报纸上写的还痛哭失声呢，痛不欲生呢，因为她一直爱慕她多年了。可是你知道吗？男人的反应不太一样哎。我们问过几个男人，他们对于赵宁结婚的这个反应都说，哇，冒喜啊。为什么？因为这个男人50岁了，他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跟很多很多的女人有一些关联了。那最后呢，居然还能够找这样一个纯纯的爱，这岂不是赚死了？对，啊，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要告诉赵宁，这一刻说，赵宁，搞不好你是最后一个这样子的人了。而你之所以这样做的话，很可能是你的这个特殊的社会的位置。但是我告诉你说，也许刘盈盈是最后一个这样的一个女人了，因为我们女人必须要认清，我们时代已经变了，我们的环境已经变了，我们不能再依靠了。女人已经不能够再靠你的老公，靠你的儿子，靠另外一个男人了。女人慢慢的必须要靠自己。啊，你怎么靠自己呢？很悲惨的事情是，有一些人没办法，比方说他们成长的年代比较早一点，所以没有一些训练，没有一些装备，他根本没有办法独立的生活，他必须要靠。可是呢，你还有你的子女啊，还有别的年轻的女人啊，还有别的有能力的女人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告诉他们说，你必须要靠你自己，你必须要有足够的知识，有足够谋生的能力。你不要指望我要去靠一个男人做什么事情，不要去靠像赵宁这样子的人了，因为他已经是最后的恐龙了，这一代完了就没有了。 OK， 所以对我们来讲，下面举的两个例子，大家还记得前一阵子龙君儿的例子，看新闻了，龙君儿又怎么了？啊，然后嫁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好，10几岁的啊，真的是，真的是。你不要以为说一个女人年纪大了以后就没有魅力了，她不一定要漂亮，她只要有钱，她只要有地位，我告诉你，还是有人会上来的。那你说，那她有钱，她有地位，那个追她的人一定不是真心对她的，她一定只是追求她的钱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女人不也是这样子吗？我们不也是这样子吗？不要怀疑他们的真感情，他们能过多久就过多久嘛，他们能爱多久爱多久，干你什么事啊？可是我们常常会都赶快说，哎呦，他们一定会怎样怎样怎样，好像巴不得天下人都不幸福的样子。像这样子，他已经30-40岁了，这样的人还是有希望，他愿意爱，他愿意年轻，他愿意活力充沛，他是一个很活力很充沛的女人。再举另外那个例子，秋张，大家都知道，她也是一个能力很高的女人。我告诉你，等着要娶她的人多得很，想要跟她谈恋爱的人也很多。你不要以为说女人能力强了以后，男人就很怕，不会的。那个很怕她的那些男人是没有信心的男人。还有另外有一些有信心的男人，他对自己很肯定，即使是我不是长得很怎么样，但是呢，我就是很喜欢你，而且。在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状况是女性很强，而男性颠倒过来扮演原来女性的那个位置，依靠她，什么事都让她照顾，什么事都让她这个安排。而你不要以为说，哎呀，这样子好像性别倒错不太正常哦，错了，这样子的男人往往比较能够提供给我们浪漫的爱情。事实上是这样子，因为这是因为他没有出息，所以还有时间给你爱情啊。他如果要有出息，都外面怕别去了，他哪有时间跟你温存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慢慢会看得到，非常有能力的女人，找寻一些真正能够爱护她、真正能够提供给她所需要的
那情感上的需要、肉体上的需要的这样的男人，我慢慢会看得到，我们会看得到有很多的女强人出现，他们很可能没有伴侣了，他们很可能有暂时的伴侣、一时的伴侣或者多个伴侣同时存在。未来的家庭形式是多变的，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一夫一妻稳稳定定到底的，因为一夫一妻稳稳定定在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已经是一个非常的不合乎人道需求的了，因为它对我们产生太大的压抑。其实我这中间啊有很大的一个环节没有讲，就是说人类的性行为啊不是生理行为，不是两个生殖器官接触完了就完了，人类的生理行为已经脱离了动物那样子的说哦发情了然后就哦完了，不是这样子。人类的这个性的行为已经加入了很多想象的成分，很多感受的成分，而这些想象的感受的成分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性行为。像刚才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吗，古代的时候只要看到这个手肘哇就天雷勾动地火，可是你现在让他看到肩膀他搞不好还是没有勾动。而且更常见的情形是即使是太太玉体横陈先生也无动于衷，就是没有办法。其实没有什么，不是他对你没有兴趣，拜托不要误认这件事情，不是他不爱你了，不是他对你没有兴趣，而是说我们外界已经给他太多性的刺激的强度，单单这样一个身体已经没有意义了，已经没有办法满足那个强度的需求了，他需要的是一个陌生的身体了。为什么陌生的身体有这么样大的这个吸引力呢？他的身体比你好看吗？不见得，那个身体可能比你的更难看，说不定。但是为什么有这么样大的一个强大的吸引力呢？这又归根到我们社会所建立起来的男生和女生的模式，就是男的要追求女的，征服女的，强占她，占有她。所以很多的那个性的材料里面，往往进行的是强奸，或者破处女，或者很大的很老的男人跟很小的小女孩。人为什么对于除妓有这么大的这个莫名的吸引力啊？其实没什么耶，就是在我们社会上所造成的这样很强大的一个男和女的分野，以便男人就是说常常就觉得他有需求必须要征服那个女人，因此一个陌生的身体对他来讲不是说一个女人的身体而已，而是一个征服的过程。我们的社会把我们养成两种不同的人，然后让我们说必须要去征服男人，必须要征服女人，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好像好不容易费了好大的力气，这个整个的追求的过程给他另外一种满足感。因此当夫妻之间的这个肉体的吸引力慢慢淡化的时候，如果你还说不行，我要你守身如玉，绝对不能在外面发泄，绝对不能什么什么的话，其实是很不人道的，因为他也需要，其实你也需要了，只不过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从来没有被培育这方面的需要，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总是有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的。这样子也容易比较让我们明白哈，当两个人在进行性行为的时候，事实上除了生理方面的东西，心理方面也在运作。比方说在这个性行为的时候，当他在这个进行的时候，他脑筋里面已经翻了好几页了哈，已经第一个女的已经完了，现在第二个女的、第三个女的，你还在那边拉手，还在喝咖啡嘞。你的那个性幻想里面，这两个人才刚刚遇见呢，才还没有开始进行任何的活动。所以为什么说男人和女人在性的步调上面很多时候有差距？其实没有什么，不是他们天生怎么样，而是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对于性的认识、对于性的了解，经过的管道不一样，给他们资讯不一样，所以他们的期待也就不一样。了解这一点了以后，如果你在做爱的过程当中觉得说，哎，我怎么脑筋里面想象的是另外一个人，或者我想象我在看到另外一个景象的时候，千万不要罪恶感，很正常的，因为夫妻啊，同床永远是异梦的，不要要求同床同梦了，同床一定异梦，不但异梦还异性幻想，也就是说做爱的时候身体是你们两个的啦，脑筋就是其他的啦，里面其实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刚才我讲了说男人成长的过程当中看很多小黄书，看很多照片，看很多 A 片，很多很多东西进来，他有很多很多材料，可是我们呢，我们又不看小黄书，又不看 A 片，还觉得好恶心。你说做爱这种事情其实没有什么恶心的，为什么男人觉得不恶心我们会觉得恶心？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被教导说凡是跟那个东西相关都是很脏的，很讨厌的，很恶心的，以至于即使是看 A 片，按理说应该两个人都很兴奋，其实不会。很多女人看 A 片的时候会觉得恶心的，没有什么嘛，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被教导那是不好的事情，那是肮脏的事情，那是可羞耻的事情。
所以造成了以后，我们对于女人来讲的话，常常会说，你只要抱着我就好了，其实不必要做爱，你只要握着我就好了，其实不必要亲嘴。很多时候女人对于性的需求只是这么一点点就已经很满足，就好像书生看到小姐的手腕一样，我们只需要那一点点就行了。可是对男性来讲，没有没有，还要到那最后，因为那个最后是那个真正征服的表现。婆媳吵什么？婆媳争什么？还不是都是因为我们就是指望要依赖一个人，所以我们就想要控制他、掌握他。婆媳都在吵这样的事情。你婆媳为什么闲得没事干呢？你想想看，你如果说媳妇、婆婆一起来上这样子的课，生活就挺充实的嘛，对不对？一起出去看看电影，像等一下中午我就要跟我婆婆去吃饭，找点事情做，充实自己的生活。为什么要把你眼光只放在一个男人身上呢？女人的生命不是男人，女人的生命是女人的生命，你有自己要活的，你从来没有做过一个完整的人，现在开始请你做一个完整的人。你这生命中还有很多很多没有尝试的东西，很多很多没有学习到的东西。你说太迟了，我不知道咋回啊，没有希望了。可是我告诉你，你不先改善自己，你女儿不会改善。你要你的女儿自立自强，你自己要先自立自强。你想要改善下一代的环境吗？你自己要先改善了。我自己是教书的，常常有很多父母亲就在讲说，我儿子怎么都不看书，我小孩都不看书，怎么样叫他看书？我说就一件事，你看书，你看书他就看书。孩子总是学爸爸妈妈的嘛，你抽烟他抽烟嘛，你错鱼他也错鱼嘛，就是这样子了。所以你想要他读书吗？你读书。你想要他自立自强吗？你先做个榜样，你先提供空间，你先创造一个环境，让你的女儿不必说我要做女生。你不要教她那个文文弱弱的那个小女生的那个样子，她才有自主独立的可能。这个空间，这个未来怎么走怎么发展，操在我们手上，操在我们这一代成年的女人手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经历这个社会巨大的变迁。这个变迁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做？我们是要做继续做小女人，继续依赖，继续抓住那个已经要跑掉的人，还是我们做秋张，我们做龙君儿，我们有新的偶像崇拜，我们新崇拜这些独立的自主的女人，哎，可以包括我在内哈，独立的自主的有能力的很强的不怕的女人。你要知道啊，我们这种怕怕的怯怯的样子，正是给人家侵犯骚扰的可能。我们这个社会这样强制对性的压抑，正造成了很多人压得不得了，只好在公车上面毛手毛脚。你有适当的管道，大家交往是公开的，大家都能够得到爽，怎么会有这样子的非礼的事情呢？正是我们没有提供那个空间。可是你也知道，有些人有空间，有钱的人有空间，有权的人有空间，有势的人有空间。可是另外一些人没有空间呢、啊，那些人就只好在公车上毛了，就只好东摸摸西摸摸了。而我们从小被教导说世界是可怕的，男人都要怎么怎么怎么，我们的眼光总是在看着别人要我们怎么怎么样，从来没有看到说我就是这样，我是一个人，我也有权利，我要发展我自己，我要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不但为我也为我的后代。你们今天来上这个课就是第一步了。哎，其实啊，我平常演讲的时候也很担心，就是我讲的都是我想讲的，可是我讲的不一定是你们想听的，所以我通常非常欢迎完了以后，像现在完啦，请大家问问题呀、啊、讨论啦，或者发表你的感想啦。哎，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也许会让你觉得有点悲观哈。女孩子怎么样被养大，不是一个个人妈妈的问题而已，是我们整个社会的问题。可是当然，这个女孩子最亲近的、最容易受到影响的还是妈妈这个角色。所以说，我们同一方面要从自己个人的家庭的小环境做，一方面要在大环境里面做，像你们做社区的工作，或者更大的政治运动的工作，继续扩展那个方向，继续影响更多的女人，来制造一个比较好的空间，让女人不会觉得说，哎呀，好不方便，好恐怖，好害怕，让女人觉得说，这个环境我也有同样的，
我愿意去哪里玩我就去哪里，我愿意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你孩子是很小啦，原谅我说这句话，我们平常在养孩子的时候很难把性别的观念丢掉。你可以想到一件事情啊，这个孩子还在肚子里面还没生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透过什么羊膜穿刺之类的，我已经知道他是什么性别，于是我就开始制造一个有性别的空间给他。如果买粉红色的小衣服，买洋娃娃，把他房间漆成什么什么颜色，准备什么什么样女生的玩具，我已经制造出一个有性别的空间来了。我现在说，我们如果现阶段你真的有心要做这样的事情的话，可能要做一些比较激烈的事情，就是说制造一个良性的空间，或者甚至制造一个男性的空间，把他养得很像男性。那你说，哎呀，养成男性，那他没人要了怎么办？我刚刚的前提不是已经说了吗？我们已经不要有人要了，我们要做独立的人了，因为独立的人会吸引另外一个独立的人，或者吸引另外一个不独立的人。但是我们不需要去找寻一个人，然后把头放在他肩膀上了。所以，你三岁的小女孩要跳水沟吗？让她跳。她愿意爬吗？让她爬。她愿意穿长裤？穿长裤。你不要把他打扮成小洋娃娃，然后教他说这个不要太用力，不要跟人家打架，不要跟人家吵。越把他做得很弱，他就越容易受到攻击，他就越在这个社会上没有办法生存。所以在目前这个阶段，也许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把他养得像男孩子，也许哈，我是说现阶段啊，策略性的运用。也许在未来的社会里面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无性的空间，或者说两性的空间，我们既有女性的特质也有男性的特质。此刻的话也许需要矫枉过正。我有一个经验是，我在主妇联盟有一次也在演讲，那我就讲好爽哦，那后来有一个妈妈就递上手说，女人不能讲好爽，应该讲好爽快。语言她都觉得说应该有 different， 有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说是女人自己把自己限制了，限制到说有什么不一样。自己教国立大学啊，国立大学的女生啊，比其他所有的女人压抑都还厉害，原因就是因为正是因为她压抑得很成功，所以她才能够进国立大学嘛。不然的话，你教她怎么能够每一天在那里坐8个小时、11个小时、12个小时，半夜都还在读书呢？如果说换了说另外那些商专的女生，都是在学校涂着口红，在那里看说，哎，有没有人来找我啊？所以她们的话都是很爽的，或者很爽快的。OK， 所以说实际上我们有一些不同的条件，而我周围因为看到这个被压抑的女生越来越多，我就觉得很失望，因为什么时候才能够改变这样的状况啊？我最近看到一个朋友结婚啊，他结婚的时候那个小姐嘛，就会说要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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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子要怎么布置要什么什么什么的，结果这个男生就不断的掏钱出来买把房子布置好啊什么什么结婚，但是我看他在结婚以前，这个男孩子已经开始有一点点，也不能说不满了，他只是就觉得说，我好像付了很大的代价，啊，你要他付这么大的代价，那他当要拿点东西回来了，那就表示说你以后给我在家里烧饭洗衣。所以我们以这个依赖的心态，就是去交换一个依赖他的这个状况，我们用这个依赖的心态去交换一个我们永远要伺候人家、要服侍人家的，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是不大容易改变那个状况。所以说像他问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也许应该往那个方向去想一想，就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能够自立自强。因为说实在啊，我们自己的改变，对方会做相应的改变。我们不要说你改变吧，你对我同等你平等一点吧，你对我平等一点我就自立自强一点了，没有那回事的。你要自己先自立自强起来，你有一些气质的变化、行为的变化、做事情的这个变化，然后对方一定会做那个相应的变化的。就是好像现在开始有些很强悍的女人出来的时候，有很多男人开始变化了，有一些男人开始说，哎，对哦，女人也是人哦，还有一些男人会说，哇，好可怕，千万不要娶这种，我赶快去找那最后剩下的那一群小女人。他会做出一些相应的措施，而且我们能够容许男人不上进，容许他们矮，容许他们丑的时候，那一些人就不用想说，我好恨天下的女人，我将来一定要成功以后，然后去拥有很多女人，他就不会有那样的心态，他不需要再这么累的去怕表。很多时候男人怕表是为女人，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啊。他正是要证明他是一个男性，他正是要证明他是一个优越的男性，他必须要去怕表。你考虑到这件事情以后，女人如果不再向男人做这些要求，强迫他要怎么怎么样的，才不督促他要上进，
如果你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的话，那个情况会比较改变，我们会比较有空间。教育当然要教育啦，你想我在学校做些什么事啊？我们当然是努力的在做。那另外的话，我觉得还有啊，你不要轻看你们做母亲的对儿子的影响力啊。哎，你们将来都会养成想出新的一批这年轻的孩子们，你们怎么养他们？真的要小心，真的要注意。你要把他养成什么样的人？千万不要跟你孩子说“大哭要有男子汉气概”，你把这句话换到你女儿身上去，然后把那个你要跟你女儿讲的话换到你儿子身上去，稍微平衡一下。赵宁的问题是说，他是一个很依赖的、很弱的小男人，可是他永远摆出的是大男人的样子。他总是说你要依赖我啊。他说我喜欢刘英英，最主要是因为刘英英从来不会疾言厉色的批评我。那意思就是说，从来不批评他的意思啦，就是什么都听他的意思。哦，如果像这个样子的话，就很没有意思啊。而且那样子的一个人，外面全部都是大男人，面子也要大男人，即使他里面什么都没有，稻草一样的这个小小男人在里面，这种男人他不可能跟你发生一个好的关系，他不会看上我们这种有能力的女人的，我们也不会要他这样子的男人的。所以这个问题的话问得很好，就是说事实上有很多男人是两面的，但是呢确实有男人是文弱的、多情的、很会爱的，而这个人呢他很可能收入不太稳定，他很可能很艺术家气息，他可能很不在乎现实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呢，我们也不在乎，因为我们养家就是了，我们赚钱啊，我们很独立啊，这有什么关系？只要每天回来嘿嘿，有一个人抱着我嘞，有一个人不断的爱我嘞，有个人崇拜我的要命嘞，多好，挺好的。